今天找我朋友来去抓黄鳝了，他说他昨天捡了两个甲鱼，去看一下大不大，一只小的，一只大的，大的可能1斤左右。你再下个。哇，这个天里好多泥石。哎呀，真的就是闹！老乡，这个鱼都被鸟吃了，你看这个里面还有几条。这些鱼都全部被鸟咬伤了，你看，血淋淋的。明天要叫它来，把水放进来，死的。这么小的草鱼，皮都被鸟搞掉了。你这里个，你这里个还有？这里还有条。不是还这个呢？啊？哇，这一条黄鳝，啊，这个黄鳝大，上货，把这条加了，哎，小小的，不是很大，小的也是肉，我今天没货，小的都加了，这条草鱼大了，起码5斤了。条我还不错，抓了去，这条还可以有。这条泥鳅还不错。这条黄鳝还挺大，想走啊，差点被它溜了。又有一条了，你田螺看捡了多少啊？哇，捡了10几斤田螺，这个田螺漂亮，这么大。今晚都没什么货。又去赚了。今天晚上才这么一点货，一斤货。天气太冷了，没。挺霸气，有些。还能追上2斤块。你看，动一下这个鲤鱼，以为有东西吃的，漂亮啊！这个鲤鱼两条，河里又发现一条甲鱼哟，漂亮吧？哎，上货！今天又碰到这个用叉子的，看看他搞到多少了。还快没？挺快，搁这海里哇，这条大，漏到个这搁这海里。人家住口了。两个人收获才这么一点呢，一只小甲鱼，还搞了1-2斤黄鳝。现在我是才捡了个，这只还不错哈。撤了，今天晚上就扎了这么一点货，天气太冷了。